Bhagavan Ahamasmi, Pratichamo Vayam Rupa, Tavastam Deva Bhaktasya, Vayam Cha Kalapakina. Bhagavan Ahanamani Pratichamo Vayam Rupa Tavastam Deva Bhaktasya Vayam Cha Palapadina. Bhagavan Ahanamani Hare Krishna，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Srimad Bhagavatam 第十篇第五十六章第四十五节。没关系啊。至尊主，啊哈，说，那，不，Manim，宝石。Pratichama， 想要回来。Vayam， 我们。Nupa， 国王啊。Tava， 你们的。Astam， 让它保持。Deva， 半神人的。太阳神 Surya。Bhaktasya， 奉献者的。Vayam， 我们。Cha， 也。Phala， 它的水果的，就是它的果实的。
巴迪纳享受者们，译文：至尊人格守神告诉萨卓记者，哦，国王，我们无意拿回这宝石，你是太阳神的奉献者，因此让他继续为你所有吧，这样我们都将享受他的益处。又指萨卓基特本应该崇拜主 Krishna 至尊神，因此当主 Krishna 说毕竟你是太阳神的一个奉献者时，是一种讽刺的意味。进一步讲， Krishna 已经得到了萨卓基特最大的财富，纯洁美丽的萨提亚巴玛。准 AC Bhaktivedanta Swami Papa 的卑微的仆人对 Srimad Bhagavatam 第十篇五十六章四十五节的要旨到此结束。本章在描述一些在家庭生活之中的阴谋。甚至是至尊人格守神主 Krishna 在家庭生活之中也要接受一些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到来的问题。所以 Satrajit 他来了，
带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珍宝，这个宝石呢，每一天都能生产金子。主 Krishna 建议 Satyajit， 你知道，最好还是把这块宝石给 Ugrasen， 因为 Ugrasen 是国王，国王应该拥有这些东西。一般来讲，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想把它给统治者，给那个在宝座上的人，这个也是过去的习俗。可能在俄罗斯，在这个沙皇时代，那些巨大的财富，大家全都应该供奉给沙皇。在印度，有一些非常贵重的珍宝，全都被送给了英国的女王，因为她统治了印度一段时间。所以主 Krishna 告诉 Satyajit， 只有把这个珍宝献给 Ugrasena 才合适，因为他是多尔卡的统治者。而那块珍宝的这个本性，就是说他不仅每天可以生产金子，它还可以带来所有的吉祥，条件是这块珍宝得到恰当的崇拜。据说，只要这块珍宝得到了恰当的崇拜，那就不用担心有不合时宜的死亡。然而 Satyajit 却不愿意去遵守主 Krishna 的训示。所以有一天 Satyajit 的兄弟带着珍宝去了森林，结果被一头狮子所杀。然后这块珍宝被张百万发现了。张百万是一头熊，他在先前的纠葛就跟主 Ramchandra 在一起，跟 Ramchandra 打仗，就是跟 Ramchandra 一起打仗对付 Ravana。张百万把这块珍宝带到了家里，给他的孩子玩耍。他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接着主 Krishna 因为这块珍宝丢了，是 Satyajit 的兄弟拿走的，但是 Satyajit 到处的散布谣言，说主 Krishna 嫉妒他，所以主 Krishna 自己偷走了这块珍宝，为了自己的目的。主 Krishna 没有得到财富的愿望，所有的财富已经都是他的了，所有的一切已经是他的财产了，他并不需要去从某个人那里拿走任何的东西。但是 Satyajit 如此的愚蠢，
因为他崇拜太阳神，所以他不太有自信。巴格瓦吉塔之中，我们知道崇拜半神人是受到谴责的，因为这种对半神人的崇拜的结果总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因此萨特吉特并不欣赏这个，他在享受这个金子，他想着自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力量，甚至大家会认为他就是太阳神。据说当萨特吉特来到多尔卡的城中的时候，因为他带着这块，他的这个脖子上挂着这块沙曼塔卡的宝石，所以他看起来辉煌灿烂。大家看到他的时候都以为他是太阳神，他们认为是太阳神来访问克什纳了。当然了，主克什呢知道他并不是太阳神，这是萨彻吉特，但是他得到了这块宝石，所以他才会显得这么辉煌灿烂。而且他非常依附这块宝石，当这块宝石丢了的时候，他如此的愚蠢，他责怪克什纳，说是克什纳拿走的。因为主克什纳告诉他说，你应该把这块宝石给乌格森，所以他就想，当我没有给他的时候，一定是克什纳把这块宝石偷走了。所以主克什纳必须要亲自去寻找这块宝石，他进入到森林里，找到了萨特吉特死去的兄弟。接着他发现张巴万到了那里，把他拿走了，然后他就去了他的山洞。这个宝石就在张巴万所居住的山洞里，主克什纳就跟他一起来的人们说，我要去这个山洞里，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于是主克什纳进入到山洞里，那就是张巴万的居所，跟主克什纳一起来的人在外面等待，他们等着等着，等到了17天的时候，主克什纳还没有出来，所以过了17天之后，他们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回多尔卡吧。于是人们回到了多尔卡，他们通知多尔卡的人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主克什纳进入到山洞之中还没有出来。但是与此同时，主克什纳进入到张巴万的山洞里，他发现了宝石就在那儿。当他看到这块宝石的时候，有一个照顾张巴万孩子的仆人，这个仆人就尖叫着，因为出于恐惧。当他看到主克什纳到那儿去拿宝石的时候，这个仆人出于恐惧就尖叫起来。
кричала. Она увидела, что он хочет забрать камень. And when the maid screamed, 当这个女仆尖叫的时候，张百万很警觉，来了之后说：“谁是这个进犯者？”于是立刻开始打仗。主克什和张百万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而且是毫不停止的持续了，日日夜夜一直在持续着，一共持续了28天。只有到了第28天，张百万开始想，谁有可能这么强壮，能够以这种方式跟我打这么长时间呢？只有主拉玛才能有可能有这样的力量，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抗衡。于是张百万明白到，这个跟我打仗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主拉玛。于是他臣服于主克什那。而主克什那告诉张百万说，我来取这个宝石，我必须把它带回多尔嘎，因为人们认为是我偷的。人们喜欢传闲话，他们喜欢说一些谣言，他们喜欢谈论各种各样其实跟克什那知觉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如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别人的事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哦哦，他们全神贯注想听更多的东西，哦，怎么回事啊，告诉我更多的东西。他们特别喜欢聆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在别人身上都出现了什么样的麻烦。所以甚至是5000年之前，在多尔卡的圣地，当主克什那临在的时候，这种类型的事情都在发生，大家都在传闲话。所以我们一直受到警告，应该非常的小心，不要从属于任何的 prajalpa。prajalpa 这个词就是说传闲话没有用处的谈论，这个被比喻为是 gramya kata， 村子里的闲言碎语。主的奉献者们永远不想去聆听这种类型的主题。所以主克什那接受了这个宝石，从张百万那里接受了这块宝石。张百万呢，非常的欣赏主克什那，他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主克什那。张巴万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他就把她给了主克什那，她成为了主克什那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呢，主克什那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鲁克米尼。接着得到了夏曼塔卡宝石之后呢，张巴万把这个张巴瓦提给了克什那，所以他便成为了主克什那的第二位王后。
主克什那回跟张巴巴提回到了杜尔卡，还有呢夏曼塔克宝石，他就把这个夏曼塔克宝石给了萨彻吉德，然后他告诉萨彻吉德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主克什那知道萨彻吉德，他谴责主克什那偷了这块宝石，所以他把宝石带回来告诉萨彻吉德，我从来没有拿你的宝石，是你的兄弟拿走了，他被一头狮子所杀，然后这块宝石被张巴万拿走了，我从张巴万那里把这块宝石拿了回来。这对于萨彻吉德来讲非常的令人尴尬，他被揭发了，他去谴责主克什那这件事情错了。所以他非常的尴尬，他想他怎么才能去弥补他的错误呢，就是说他对于主克什那的错误的判断，他怎么才能够进行弥补呢。于是他告诉主克什那，你可以留着这块宝石，他说我还想把我的女儿给你，萨彻吉德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儿，她其实呢说很多很多的国王和王子都想要娶萨彻吉德的女儿，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女儿这个姑娘还没有结婚，所以萨彻吉德就把她送给了克什那作为她的妻子。所以萨彻吉德的女儿萨提亚巴玛和萨彻吉德的女儿就是萨提亚巴玛，主克什那非常高兴接受萨提亚巴玛为自己的妻子，然后他告诉萨彻吉德说我不想要这块宝石，你留着吧。宝石是太阳神给他的礼物，主说你是太阳神的奉献者，所以你把宝石拿走吧。所以主克什那指出萨彻吉德的错误，他不是一个至尊主的奉献者，他是一个半神人，也就是太阳神的奉献者。崇拜半神人的这个结果是有限的，当然了，什么样的人才会崇拜半神人呢？也就是那些不太有智性的人才会去崇拜半神人。那些智性被物质愿望偷走的人才会去崇拜其他的神。所以萨彻吉德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是在这里，他被这块宝石产生出来的金子所迷惑，他被财富冲昏了头脑。
我们要明白到积累财富是多么的危险。我们知道在 Sriman Bhagavatam 之中，当 Maharaj Parikshit 在跟卡利的人格化身打交道的时候，他跟卡利说，你只能够待在储藏金子的地方，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储藏金子的话，那么其他的非宗教的活动也会自然到来。所以主奎师呢把宝石还给萨彻基特，因为主奎师呢并不想要这个麻烦。因为这块宝石产生出来的金子其实可以给人带来麻烦。在巴格瓦吉塔之中，主奎师呢还警告说，波盖什瓦里塔耶巴里塔提塔萨姆巴耶巴萨亚德米卡菩提萨姆塔欧纳维提耶德，在那些人的心意里，他们被迷惑，他们太依附于物质的财富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被这些东西所迷惑。所以做奉献服务的坚定决心是不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如何恰当地去运用财富，把它用于对至尊主的服务之中。我们太依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迷惑，然后肯定的，我们的奉献服务就会受到影响。昆提王后也说了类似的东西，就是在他对主奎师那的祷文之中，他说这种坚定的不，真玛艾什瓦耶是他是比尔埃克玛达玛达布曼，昆蒂王后向主奎师那祈祷，那些在物质进步道路上的人不能够了解你。因此物质的进步是围绕着四件事情。詹玛意思是出生在一种非常高贵的状况之下。接着 Aishwarya 意思是说拥有财富。然后 Shuddha 学识，良好的教育。 Shri 意思是躯体的美丽，所以全世界都是非常的活跃，为了试图获得这四种东西。但如果我们忙着去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的话，那就得不到奎师那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这些东西，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太依附于他们，我们不应该忘记奎师那。我们并不反对财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恰当地去运用财富。
должен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должным образ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о.如果你有一块夏曼塔克宝石，你必须要运用它产生的金子，要一种非常仔细的小心的方式运用它产生出来的金子，把它全用于对至尊主的服务上。你不想把它浪费在感官满足上。是了 Prabhupada 从来没有把一便士花在自己的感官满足上，尽管他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人们给他很多的捐助，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用在自己的感官满足上，他把所有的一切用于 Krishna 的知觉之中。所以这个逍遥时光在第十篇之中给出的这个逍遥时光表明人们如何很容易的会受到财富的迷惑。即使是如此精进的人，就像萨哲吉特这样的人，他非常的有资格，他有这么美丽的女儿，他的女儿可以成为主克什那的妻子，但是他却被财富所迷惑。我们并不介意财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的人他们有钱，他们愿意给钱，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接受的钱财被恰当的运用。我们用它建设宏大的庙宇，我们用它去印刷书籍，我们用它去举行盛大的节日。举行盛大的节日，并且派发很多的菩萨达姆给人们，而且还要派发圣明让他们听聆听 Krishna Katha。 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庆祝了 Janmashtami， 还有Srila Prabhupada的 Vyasa Puja， 奉献者们花了很多的钱来组织这些节日，所以呢，这些钱花的都是用在点上了。我们在伦敦举行 Ratha Yatra， 在帕帕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在伦敦举行弹车节，帕帕来了。帕帕德觉得大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帕德说：“哇，你们做的这么盛大，有这么多的菩萨的，这么五颜六色，有很多的鲜花。”Prabhupada 非常的惊讶，是因为通常每一次他来伦敦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钱。我们付不了房租，而且呢，我们也没有自己的车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非常的贫困。我们没有任何的会众来支持我们，我们支撑庙宇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在大街上派书。但是无论如何，这个 Ratha Yatra 弹车节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帕帕德就问你们是从哪儿得到的钱，你可有个小姑娘来给雇钱。奉献者告诉帕帕说：“帕帕，这个主管 Ratha Yatra 的奉献者，他得到了一笔遗产，
他们家里有人死了，然后留下了一笔钱，所以他就把这笔钱用来庆祝 Ratha Yatra 弹车节。Prabhupada 说，哦，非常好，这个钱花得好。Prabhupada 并没有说你们应该把钱都给我，他说你们为 Ratha Yatra 而花钱不错，这个钱花得好。所以这就是 Krishna 知觉的原则。要为了取悦 Krishna 而有智慧的花钱，不要浪费。有的时候爸爸不高兴，如果他看到，比如说他有一年到庙里，然后发现大家在修葺这个房子，然后他下一年来的时候发现大家还在修缮这个房子，爸爸就说，这就是你们的美国的疾病，你们总想把它盖起来，然后又把它拆了，然后再重盖，然后再重修。所以就像那样，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如何去花克什纳的钱。可以了吗？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在线的奉献者也可以写问题，要尽快写问题。主克什呢好长时间不见，然后呢他又跟张巴瓦提回来了，当然了之后，当然之后主克什呢可能娶了10,000多个妻子，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个主克什呢带来了第二妻子的时候，告诉鲁格米尼，哎，这是另外的一个妻子，他有什么样的反应？马哈拉就说，也许我们应该去问问鲁格米尼，我不知道哦。只有女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很显然，张巴瓦提非常的美丽。她是一头熊的女儿，但是她是非常美丽的。主 Ramchandra 的同游们，比如说熊、猴子们，他们是可以改变形象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变形象。所以据说 Jambavati 她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呢这个应该是意料到的吧。如果命嫁给 Krishna 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能够想到主 Krishna 不可能只有一个妻子。他也认识到主 Krishna 是至尊主，他能够明白到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妻子。
понимала, что все женщины являются его женами. She always, Rukmini always considered. Rukmini 总是认为她自己是至尊主的仆人。有的时候主克什呢跟他开玩笑取笑他，他从来不会生气，他会晕过去，只是想到会失去克什呢他就晕过去了。据描述说有左翼有右翼的，有左翼的勾皮还有右翼的勾皮。有一些女人是非常温柔的，有一些女人是非常的厉害的，可以很生气很凶猛的。但是如果Rukmini是非常温柔的，她从来不生气，她就是直接晕过去。可以吗？其他的问题咱们也可以问问题的呀，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大家把问题写在对话框里。Yukta Vairagya 是什么？在 Yukta Vairagya 和 Sakama Bhakti 之间有什么区别？ Sakama Bhakti Yukta Vairagya 就是利用所有的一切来服务 Krishna。真正的气绝是运用所有的一切来服务 Krishna， 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跟 Krishna 有关。但是 Sakama Bhakti， Sakama Bhakti 就是有一些奉爱的成分，但是混合了物质的愿望，所以呢那个人他在做奉爱，但是他做奉爱的目的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是为了取悦 Krishna。 我们做一些服务，我们想成为这个服务的结果的享受者，我们并不想把结果给 Krishna。 我们可能会领唱 Kirtan， 我们领唱 Kirtan 我们的目的就是享受到大家的承认，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Kirtan 的领唱者。哦，大家都说你的 Kirtan 真是太棒了，我们可能会很享受大家对我们的赞美，然后这个会增加我们的假自我，我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伟大的 Kirtanier， 一个做 Kirtan 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要一直把结果，把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献给 Krishna， 是为了取悦 Krishna， 没有任何东西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想一直非常的谦卑，认为自己是对 Krishna 服务的一个工具。
Кто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 тому, чтобы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актовая, занимать много энергии, что это за уровень 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这个问题继续，也就是说 Yukta Vairagya 的资格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进行 Yukta Vairagya， 从事于把就是把物质的东西用于对 Krishna 的服务，什么资格？你只要仅仅的想去服务 Krishna 就行，这种愿望就是你的资格。你有想去服务 Krishna 的愿望，就像这个钱，有人把这个钱给了我们，我们要把这个用于对 Krishna 的服务。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你仅仅的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属于 Krishna， 你想去为 Krishna 做一些服务就行。那就是资格，你有这种愿望。Mike?请问姑姑，等到第十七天，主也没从山洞出来，为什么不进去看看，而是回到多尔看呢 ？Hi Krishna, dear Guru Maharaj, a question online from Kamala Gopali Mataji. When the devotees coming with Krishna, they waited for 17 days and they still didn't see Lord came from the cave. Why not they just go inside and check? Why they come back to Dwarka? Преданные ждали Господа Кришну 17 дней.Возле пещеры, и потом вернулись в Бараку. Почему они вернулись в Бараку, а не пошли в пещеру искать Господа Кришну? Well, they knew i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他们知道，如果进到山洞里，可能会很危险。主 Krishna 进去都没出来，他们就想着，如果我们也进去的话，我们也出不来了，所以他们不敢进去。Hare Krishna, 亲爱的 Guru Maharaj, 请接受卑微的顶拜，所有荣耀归师了 Prabhupada, 您提到了 Gramya Katha, 比如说看电影啊，看电视，看什么卡通片啊，或者是看录像，有什么害处吗？害处是什么？这个错误是什么？从胡说八道就会导致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就会有胡思乱想。然后从胡思乱想就会出现胡作非为。而胡作非为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生死轮回，生老病死。因此 Gramya Katha 有的时候这个比喻为是青蛙的呱呱叫，这个仅仅在吸引死亡之蛇。一只青蛙总是呜呜呜，然后蛇来了，把它吃掉。所以青蛙的呱呱叫就好比是 Gramya Katha， 只能带来死亡，意思就是生老病死，再次投生。Hare Krishna, business is to Gurudev. This is from Krishna Kumari Mataji. She's asking,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eft wing and right wing? They represent varieties or not?
Can we say that individuality also exist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We no need to get rid of everything, just everything become unified, everything same identity, only serve the Lord. Basically, she wants to know that individuality exist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r not, and what is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left wing and right wing? Krishna Pumari Mataji 的问题顶拜 Gurudev， 请问左翼右翼代表多样性是吗？可以说个性在离心世界也是存在的，不需要全部抹平，只需用于服务主。主 Krishna 就是有多样性的，所以为什么在离心世界里有多样性，认为全都没有多样性的话呢？这个是属于非人格主义。主 Krishna 享受多样性，他有的时候享受跟女人在一起，他有时候享受跟那些生他气的女人在一起，因为看到那些女人生气的话，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主 Krishna 就会想，哦，我亲爱的妻子，你生气的时候，你显得真是太美丽了。而除了这种类型之外，还有其他的人更加的温柔，他们不生气，他们的心地非常的柔软。所以据描述说，在勾皮们之中有左翼右翼的勾皮们，有这两个群体。所以主 Krishna 是至尊的享受者，他享受这些不同的情感。如果每一个人都一样了的话，就不再有享受了。感恩大家的聆听，顶拜所有聚会的奉献者 Hare Krishna。 今天下午 Guru Maharaj 就会离开 Mayapur 继续旅行，那么就到此结束了。 Hare Bol。